这个第二顿晚餐吃完了，可乐喝完了，然后剩的就剩那几个米饭，吃的还比较干净。然后他们这块也开始清理了啊，他们已经发完晚餐了，所以今天吃了两盆晚餐。他们在发完晚餐之后呢，给周围的人发了，每个人发了两双袜子啊。后来我没好意思去领啊，但是后来我在去那看热闹的时候，他发衣服，后来我拿了一件衣服啊，拿了一个衬衫，呵呵，有点大啊，是中国生产的啊，号有点大，但是还不错啊，新衬衫，我感觉是新衬衫，写个5L 啊，很号太大了啊，中国生产60%的棉啊，太大了。然后有些衣服呢是旧的，有些是新的，我拿的是新的啊。我现在准备回了，我把这个餐盒扔到那个垃圾箱里，然后把这个衣服也拿回去了啊。所以更多的是感受一下美国这边的生活方式吧啊，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在中国的时候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，在路边这样的发晚餐呀，或者说发衣服呀、发袜子什么的。啊，看他们开始离开这了，他们开始清理这个地方了啊。以前也经常看到他们在这个地方发晚餐。这是16街地铁口，有的时候呢他们去24街地铁口发啊，位置不一样啊，都有的时候是这里，有的时候是别的地方啊，位置不一样啊，所以大体就是这样啊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就准备撤退了，看看他们是怎么收拾这个场地的吧。他们是放音箱，我现在对单词记忆的有点记混了啊。他们，你看，他们拿着一个袋儿，有的时候也来收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边吃免费晚餐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人过来收啊，就把这个都收走了，而且态度特别好。看他们在收，在打扫这个战场，人们吃完晚餐，有的就把餐盒扔到那儿就走了，他们就负责清理这个打扫战场吧。就是这样的，大体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所以我就看他们怎么清理这个战场，之后呢我也就准备回了啊。饭盒。它啊，这个垃圾箱可以打开，然后把它包在这么放上啊。对，这个可以打开。That's the good day, sir. Thank you. 这边的鸽子也开始打扫战场。这边的发晚餐的早就撤退了，这边是先开始发的，先开始排队的。这边是我领的是面条和那种色拉，就是凉菜。但是凉菜我不习惯吃，另外感觉好像洗的好像也不是太干净，我就没有吃，就把面条吃了，热面条吃了。之后呢，就发现这个鸽子干什么呢？在这干什么呢？然后就到这边来领这边的晚餐啊。它是我以为是一家的呢，结果是两家的。这边的晚餐也不错，这边的晚餐有那种卷的肉饼，完了还有那种意大利的通心面条。还有米饭，但是米饭后来我就没怎么吃，剩一点米饭，然后还有可乐啊，他们就撤退了，准备啊。这是教堂，我现在英语记得比较混，因为他写的是 cathedral， 我就跟 catholic 混了，因为 cathedral 和 catholic 它的前四个字母都是CATH， 所以我一看到他写个 cathedral， 我就觉得他是天主教，是 catholic 那个词，结果后来一想不对。他因为那个高个子男人，他在戴帽子那个，他在给我
一块面包，并且让我拿面包蘸那个葡萄酒的时候，他说以什么基督的名义啊？我说基督不应该是基督教吗？后来我想啊，这个不是天主教，这是基督教，我才反应过来啊。看这种是意大利，我感觉这种叫 spaghetti， 就是意大利的通心面条啊，空心面条，它有这个孔啊，这样的。我在超市曾经见过这种，有卖啊，但是没吃过。啊，它是在超市卖的时候，它是很细的那种黄色的面条，在吃的时候呢，需要用水泡，一泡呢，它就会变粗，变膨胀，然后再煮啊，不是直接煮的，好像我感觉啊。这边地铁口呢也有很多鸽子在聚集，因为人们在这儿发晚餐，有一些食物残渣什么的掉在地上，鸽子们就吃。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华人老太太，她在路边等公交车，她一边等一边用那个拐杖把地上的那个饼干捣碎，我就感觉很温暖，我觉得啊，她是这样把饼干捣碎是方便鸽子们吃啊，方便鸽子们吃，因为有的时候掉在地上的饼干如果不捣碎了，鸽子它叼不起来嘛，所以觉得也挺好啊，还做这样的善事儿啊。看这边地铁口就清静很多了，这样的，嗯。好了，骑我的自行车，再买点水果。这边的水果是这种西瓜，我买过9.99一个，买的时候要挑那种声音有脆响的啊，这样才不会漏啊。所以一会儿我就要买一个西瓜啊，就是1美元一个。一会儿再买点儿，看看其他的水果。这个你看是一磅，两磅1美元，就是5毛钱一磅。这个就是在硅谷看到那种橙子，还我觉得这个还不贵。这种母橙子还是不错的，母橙子好吃。这种是母的，然后这都是母的。这种是母橙子，公橙子是这种，公橙子不好找呢，哎，都是母橙子。这个公橙子像这种尖尖的，就是没有这种都是母橙子啊，公橙子没有这个洞洞啊。一会儿买点这个橙子，然后它这个橘子也是5毛钱一磅，橘子是这种红，哎，橘子好像有点太大，嗯。一会儿买点水果，每次大约能吃2-3天，差不多。香蕉是2.5毛一磅，香蕉1美元4磅，但是这香蕉就得买了就得吃，因为它是有点黑点了。但是据说有这种黑点的也不怕。这个香蕉是墨西哥生产的啊 ，Mexico， 墨西哥生产的。以前买的香蕉是洪都拉斯生产。这边是6.9毛一磅，这边比较新鲜的是6.9毛，然后不太新鲜的是2.5毛。嗯，一会儿买一些鳄梨什么的。这个水果店水果还比较多，人们也经常来这儿买啊，红的、可口的苹果。就这个以前我买过，在别的水果店买过，是一袋是1美元，但是。它这个苹果打完皮之后里边有点黑，就是不是太新鲜了。鳄梨3块钱一磅，葡萄卖2块钱一磅，有的时候是1块一磅，有的时候是2块，大体就是这样。这种东西我也买过，这种东西我最开始以为是生吃呢，结果不是生吃。这种东西叫什么？芥兰叫什么？芥菜叫什么了？吃的时候要煮蒸，给它蒸熟了之后吃它那个叶瓣的根儿，这样的就是吃它那个淀粉啊，因为有点麻烦，后来就不买了，也不好吃，也不甜，也不什么的，嗯。买点橙子吧，橙子还不错，橙子有维生素 C 是吧，还很新鲜，它是5毛钱一磅，我觉得应该也不贵。苹果是，它这个苹果是1.99，2美元一磅啊，不是2美元一袋，一袋是3磅应该是。好了，再见了。
拜拜，拜拜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